现在在学武堂，看到了一个缝纫机。这个缝纫机跟我之前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，还蛮。他们寝室还蛮有东西的，一个寝室四张床，这么小的床，摔得着吧？还挺酷。这就是他们的讲学堂，现在是在上兵器课。有点东西，新招的学生还要读法文、英文、日文，比我们现在还多，还要读专升数学。二学期之后，这些东西天天开起来的话，有意思。这是真的吗？我感觉不可能。我现在在博物馆里面，这里有一个国民革命歌，这上面写的居然是两只老虎的曲子。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出军发，出军发。我在看一个小红书，今天不知道推荐这些哪些，推荐了咸菠萝，那就好了，再搞一个燕麦拉面，云南的第一餐，这个叫炸的豌豆粉，这个叫吃的豌豆粉，这个是啥？这是黑糍粑，新品黑糍粑。然后这是牛奶豆腐，这是香酥，还不错，赶紧吃。这个东西是辣芒果，这个东西里面都是青的，哎，我觉得一般。这个是辣椒拌菠萝，感觉还不错，水比较多，我本人喜欢。这个是辣椒拌。啊，贝尔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往里面倒牛肉了。原来没有炸炸的感觉，就非常的平淡，就像一瓶水一样。这是云南烧烤，烟雾缭绕。可以，好，然后这个，好，一个两个，然后你看这个B榜哥，哎呦，到了，这个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坐下，大家都在这里。相机是从上面往下面，然后他在拍什么呢？他在拍火花。云南有中国最大的莲花，在中国莲花出云南，云南莲花出昆明，昆明莲花出睡湖，睡湖莲花出这个奶。传说中的西凤河，现在开始烤洋芋粑粑，就是坨泥炸的，里面有些绿色的草，这些草就是茴香。零七零大口茶，带有点米味的柠檬茶，是加油条，咖啡啊，是，真的。现在在西山西豆粉，这个是西山西豆粉的鲜芋粑。我们来看一看酱人张。酱人张，请问你在干嘛？发呆。你在哪里？放车。太棒了。在滇区。我们来看看酱人张的第二个鱼。欧的一寸，一杯桂花味的拿铁，很好喝哦。现在我们跟着本地人来逛斗南花市。我带你们走。这是他们的燃油生花车，绿色的斗南花市车。这里的花都是这样子直接丢到盆子里面的，感觉花真的很多。
突然有种感觉，乡下人进城的感觉。乡下人进花城的，对，怪不得叫花城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只是交易绣球花城。这里只是交易绣球花城。真的是我，我的妈呀！妈的去！小手蟹是五元两只，奇奇怪怪的螃蟹。这他妈是彩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它的那个天哪，看起来像手榴一样。你得摸哟。真的像葡萄一样的。猪肉炒生绿鸡粉，鸭脖子啊，什么什么，我真的怀疑他长了。什么是花？这个花瓶才多少钱？45，我操，168，太便宜了吧？外星植物啊！外星植物，这颗我夹了，夹了，这个也太可怕了，这个也可怕，天哪！赶紧扶手，这些是小妹要上菜了。不是，我要这是介绍。这个是谢小青，这是什么其他蘑菇里的？头，对，这是青头菌，然后剑手青、红绿菌，然后虫草花、竹荪，然后小人人的就不懂了，这个会给小人人的。那我能不能现在先吃一个？这个是板蓝根，这个是辣酸，这个是生姜，这个是葱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芦荟、腐乳。这个是香菜。香菜。这是油辣椒。油辣椒，就是用油炒过的辣椒粉。竟然没有鱼腥草，下面在这里蒸，然后上面有白芦。干巴菌炒饭。牛肝菌，对不起。牛肝菌炒饭，牛肝菌比较香。现在这个写东西，看了一个云南18怪之一草帽单锅盖，用羊奶做的乳饼，一般是用羊奶做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椒盐。椒盐。这个是炸鲜花。香酥玫瑰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玫瑰。这东西，这是玫瑰。对，玫瑰。喝起来，吃菌专用饮料，多香酸角汁。下面这块酸豆角的样子，有点东西啊，是松鼠，根据它的样子，你飞起来不？哇，还有两只，你在嚼它吗？我希望我能考上清华或北大，加油！不行就来云南大学。感觉又回到了在 UP 烧面熬夜的时候，现在开始炒明信片对。这个是糖醋里脊，这个是豆腐，这个是紫菜烧，这个是紫菜和烧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给你们去拿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样。干炒白参。干炒白参，白参是一种。这个是什么？海菜芋头汤。海菜是什么东西吗？海菜就是海带吗？水里面的一种。这个是。炸的荞片。炸的什么片？荞片。荞麦的荞。荞片。这个是。腌萝卜。腌萝卜，我们今天吃的全素。海菜汤，海菜也叫水性杨花，绿色的海菜也叫做水性杨花。这个是只有在云南洱海才会长出来的东西。这家餐厅绝镇静素食，特别好吃，没有想到素食可以做的这么好吃。那今天的今日推荐是。我们现在在大观转星农贸市场，也就是菜市场。对呀，看一看云南的菜，高级火腿，新的花园什么的。现在到了大专馆里面的专门卖菌的，虽然我看不懂这些是什么菌，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干巴菌、红绿菌、松茸、青头菌。哦，松茸就长这个样子。对，松茸。哦。
村民猪猪推荐的云猫云的鲜花。我们现在来探店，喝咖啡，手冲咖啡和特调咖啡 ，P Cup 咖啡。玩儿，菠萝菠萝蜜跟菠萝无关，有点像榴莲，像大蒜。什么都像大蒜。这是帕鲁达，是一种饮料。是一种饮料，上面悬浮的这个面包屑叫做面包，就是面包，叫做面包。然后还有椰子糖，我们要椰子糖，虾，虾子，嗯，虾，哦，是椰奶做的，椰奶做的椰奶，面包干，面包干，这个叫做凉拌荷包蛋，看得出吗？看得出，这个叫做柠檬烤鱼，柠檬烤鱼。这个叫做包烧牛肉，包烧牛肉，包烧牛肉。这个叫做撒撇，柠檬撒。这个是柠檬，这个是撒撇。这个是撒撇，然后这个是柠檬撒做的，这个叫柠檬撒，因为它是偏酸的。上面的黑色是什么呢？牛肝。这个是菠萝饭，四季椒。这个是甜菜汤，对，花生甜菜汤，花生甜菜汤，吊干了的。我们现在在蓝墙街市，帕鲁达炮炉之声，阿根达斯帕鲁达，德宏帕鲁达，红豆双皮，炸竹烤乳锅，哦，乳扇，乳扇乳锅，感谢。这是什么姜呀，大哥？这是什么玫瑰姜？玫瑰姜，玫瑰花做的姜吗？是用牛奶做的，是不是？牛奶皮子，大牌的牛奶。我们现在来喝昆明的奶茶，上山喝茶，干杯！干杯！耶、yeah ！ Yes. 走走了 ，Apple。广场舞是他们在亭子里面搞的，有点东西。我们现在在开船。哎，我们要撞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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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嘉华开了一个小咖啡馆，这个叫做松露云腿月饼，要到吃粉了吗？吃饼了，这个是白饼。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切一个。高级。卢老板在喝，开始做开始煮，准备去做骨盘按摩。这个房间好好看啊，外面也很舒服。机，前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气，它把。从下面搭到一个镇子上面，然后它上去就会有热气，然后就把它给蒸熟了。对，就是放进去的时候是不加水的，只有放鸡肉，这些汤都是水蒸气，都是鸡的汗。炒米线，用炒米线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葱、韭菜、豆芽、豆腐丝，这个应该是什么？粉。这个是嫩。来，鱼蓝片。鱼辣片，玉兰片，玉兰是种植物，是蔬菜。然后这个是香酥，这个是白水鸡吧。然后这几个是肉，火腿，然后猪肉、鱼肉，对。然后鹌鹑蛋、香菜。传说中的公元1903凯旋门的正面。